谢谢心存蜥蜴的肥宅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活跃在敌人后。多兰剑，出门。攻击时每一击回复3点生命值，7攻击力。德玛西亚需要英雄，全军出击。这惹赛的鸡是不是主 W 技能的？好像是吧？哎，好像是的，好像是主 W 技能。德玛西亚在期待着你。好了，我们德玛西亚人可能那么好。我们选个鸟人来折磨他。想补刀，小伙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二级先学个抠吧。嗯，快救一下！我们到了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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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好踹！哎一下，捉住他们的眼睛！哎呀，这波让这落手啊，收了一波兵，挺难受的。其实，我们十刀，他六刀，我还丢了个车。哎呀，有点烦。点点点一点闪现点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越塔呀？你是精神病是吧？疯了，这是脑淤血了呀？这进塔还拽，就硬拽，硬要拽我。那我们回家。哎，我们不回家。好，这回回家。兵线刚好往出推。来个皮孩加两个小长剑。那惹赛出破败，我们没法出破败呀。这鸟人很明显应该出那个星石。你们觉得？我觉得鸟人很明显应该出星石。海妖杀手没什么用，盾弓一般般。哎，盾弓也行，这把其实，这把盾弓也还可以接受。狂风之力没用啊！狂风之力，遮住他们的眼睛。这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这怎么又跑下路去了呢？其实盾弓也行，我觉得。保持警惕。
主 W 盾弓嘛，盾弓然后破败。从空军发起突击。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？冰的眼睛，是不是有些强烈？兵有点多呀，点主要都是小兵打我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捉住他们的眼睛。谁来了？哈子来了。捉住他们的眼睛，点点点翼。点点捉住他们的眼睛 W 一下。哪有人啊，我操，净扯犊子。我可起鸟了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哎，这不对劲啊。这正常他E，我E应该是给他打断了的呀，他把我给打断了，先来个皮孩子呢。没事，我感觉这落手应该死了。没死，好了，我其实失误了刚才。我那个E慢点就好了，我寻思能正好他E完我完事，我给他E走了，然后他把我给打断了。不过我这把带净化确实是没啥用，我觉得这是。盾弓吧，这把，这把盾弓好一点。真肉啊，这真是我 A 了，那我 A 了他100下啊、哦，他打了我俩技能，我差点死了。给他一顿刮痧。这怎么办啊？这，哎，我走位，操，单杀还行吧？螳螂来了又，哎，有点难啊，这人呢？破败呀、啊，先破败也行，其实也可以先破败，就是先破败。我装备出的不太对劲，你这都没伤害了还盾弓，行，给我踹他来。这人居然不跳，
不跳的话就算了，你像对面又有刀锋又有螳螂的，我不出盾弓我那不死了吗？呢再怎么的咱这也是 ADC， 我跟你说怎么样这也是个 ADC。这干什么呀？这是疯了！这这真是疯了呀！这是我吃个塔皮有问题吗？可以把它塔拆了，回家，舒服啊！破败了，我就出盾弓，我就出，走，今天这就盾弓，下路赶开一波。就 A 一下得了呗，还头略坑痛，挡一波啊这波。哎呀，干啥呀这呀？这刀锋啊，我这叫破败，小伙子。兜往哪走？跟我鸟人赛跑，走回上路，找到这落手折磨他去。这人家这样跟我赛跑啊。哎算了不追了，操了，那中路来了，不追了不追了，这有视野就好了，没有眼儿了。上当了就不合适了，知道吧？回家了。对面那中路100%搁旁边的吧？呀、yeah ！哎呀，人是真多呀！我有想到过他们家会有一个人，我没想到他们家能有俩人，你知道吗？狂风之力，海妖杀手。我想一想啊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吸血，好像就只能出海妖了。啊，不是，只能出盾弓了，还是盾弓吧，那就。找条路走。给我找到他，我到了。跟我赛跑，你现在在跟谁赛跑你知道吗？小伙子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在跟一个鸟人在赛跑。好瞎，为啥不走穿甲流？
这多爽啊，这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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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唰，他一顿 A。走去中路，但是刀锋秒我们还是很好秒的啊，小心点，去下路找着落手的折磨他。啊，别别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啊！哎呀，下件装备来个什么呢？血色之印，嗯。你看这不出盾弓能行吗？不出血色之刃，我们出饮血剑。我们德玛西亚可没那么好。你好。我来，哎呀，你来，走去上路折磨落手的。我们同心协力。Hello， 点点致盲，点点点一点点，点死了。飞个鸟去下路走，我们扣 E 对点 ，E 是击飞，是击飞呀，后空翻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打一波，打一波，点再点再点 ，W 一开开 R， 跟我跑，我让你看看我的鸟，点 E。跟我赛跑，还没有人能跑得过我呢，小伙子。再打他们家一个蓝，他落手搁哪我们就去哪，就折磨他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找到他！哎，算了，找着 ADC 啊！点 E， 点点点，死了。区区还可以吧？这也不属于太刮痧，兄弟。为啥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盾弓的被动是给我们加攻击力的。这把对面突进太多了，我们区区环境不会太好。有可能被人抓，就一套就直接就死了。来点 E， 点点点，致盲点点 ，W 开点点点点 E， 点点 点，嗯，开打。上个卡莎，深入敌后。哎，点呢？
来点 E 点点点点点点 W 点再点再点，戳，走了，来人了，撤。嗯，点 E 点净化点自盲点点，我盾攻开大 ADC 从右边走，再见，拜拜，死了。闪现点 E 点自盲点点点，杀我，再点点，死了，兄弟们，你有没有大？你给我踹死了，刀锋打人太疼了，这这把出个春哥吧，不行，火炮，火炮也行，来个火炮，出羊刀啊，羊刀对远程来说没啥用啊，试试吧，狂怒小刀，那我先羊刀啊，盾攻羊刀，人血剑，别的英雄出羊刀不合适，他不像亚索，他有那个被动加成。哎呦，谁挖抓 Q 了？我给你拿个五杀来，还有五秒钟复活啊，可以上去。我们找到这个刀锋。点一点戳，我让他杀我，来，你把他杀了，你是真弟弟，我发现。你也不中用啊，早知道我不死了，上当了。黑屏一小下，找出来。哎呀，我以为亚索要五杀了呢，不杀左边，左边应该死了。算了，我们杀落手。点 Q， 起点点开大，你怎么大波扣了呢？打破就开一下，看看这刀锋上哪去了。小伙子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呀、啊？去帮队友打大龙去。我下一个只能出无尽了，这没什么好出的了，我攻速已经溢出了，我没点致命节奏，呀，摁错了，上鸟把小龙打了，可以啊，出不了无尽，为啥呀？凭啥不让出啊？哎，凭啥不让出啊？啊，出完羊刀不让出无尽，凭啥呀？我想出不行吗？干哈不让我出啊？那我出啥？你说我这没东西出了。青雨儿，巨人杀手。螳螂呢？我
我吸蓝刀，我蓝都都不掉蓝，我都。别的英雄出羊刀收益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亚索高。哎 ，ADC 点 E 点。点点，飞啊啊！太吓人了，这我戳你！怎么样？点点点点点，扎你的鸟！往哪跑？点。点戳点，戳也不吓到我妈了，蓝林海，不好意思啊，跟阿姨说声。